有大家好，我是汕头，很久没有给你们看到密码，哈哈哈！现在倒数计是三秒来的，倒数三秒关系。哦，今天我又来拍了，哈哈哈！今天拍了两部了，午餐也吃完了，没有歌了，没有现场的歌了，绝对没有现场的歌，会走出来的，绝对没有。哎，我现在才搞懂那原理耶！其实上一部片子已经搞懂那原理了，就这个红石机关啊，它就是一个设定器啊。你碰到它一下下都会传送你到那边去。我想讲的是他们设计错误啊，其实你们自己看，哪来设计错误？就是这个样子设计错误。所以呢，你看啊，原本最早期的版本不这样子，没有记错的话，你看啊。你看，完全没有事情，只要这样子，应该是原来不是动到海门一下下就可以啊，我也没有确定到我有没有动到啊。啊，总而言之，随便进。哎，又是这边啊！上次我死了也是因为啊，我没有命，我去杀人了。哎，我现在不适合拍片子吧，因为我的片现在才上瘾吧，才要上去吧。哦，我忘记了，我在用这那个直播，是会用那 YouTube 有办法直播 ，Facebook 没有办法 ，Facebook 是要用 App， 也就是我身旁的 iPad 才可以直播。可惜我的 iPad 简直是废了，无法直播，所以我就不会这，算了，很难讲啊。其实我 iPad 是二手货来的，我父亲不会买，只会买二手货，他又不让我自己去买哟。原本这 iPad 是女生的，一下举下变到来我家呀，哈哈哈哈哈！那故事超搞笑的，不提的故事啊。申请一个户口也很难呢，我懒得申请，不然我早就用 iPad 拍摄了。iPad 拍摄东西其实也很辛苦一下下，真的，因为像大家一样拍摄，好心也用 iPhone SX 啊 ，iPhone SX 呢它的功能几乎是强到很厉害。Samsung Galaxy SX 呢，就它功能就是可以来玩 3D 游戏啊，就是 3D 啊，就是你可以看到美女那些，哎呦，更新356度那些影片。哎呦，好高兴哦！好高兴！开打，开喷吧！你能注意到这边像是不是？我太。啊，算了，拿不到。快跑！我们不要暴露我们心中，因为蛋糕这样好用的。我上次赢都是因为拿蛋糕来吃的关系，蛋糕很好用。赶快去找些好用一点的武器吧。从哪里？
很坑的那边。好的。上次蛋糕救了我的命，这次蛋糕还少啊！我绝对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。蛋糕是来救人的命的，不是来夺取他人的生命的。或者说这很有点熟悉的感觉。还是胡萝卜。也是一样等级，只有三名player吧。斧头我拿，想办法干掉其他两名就可以了。烦，想办法干掉其他一名就可以了，想说，随便。他在跟我玩游戏哦，哎呦，有人在跟我玩游戏哦，我知道了哦。我先跟他们玩的吗？人全部去哪里？人呢？哇，走这样快的！我们三个人吧。我现在干掉谁先呢？我这心中很明显是没有被暴露到，还是暴露了？但是有个人暴露了他心中，还是他只是想引我出来？不，他不是那个玩家，他是另外一个刚刚玩家。那另外一个玩家去哪里？立即想办法过去干掉！立即想办法过去干掉！立即想办法过去干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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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唔到眉刀啊，还没有抓到啊！我一定要追到他，我要追到他，我追到他，这次我要追到他，我追到他。Yes， 你也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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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耶，喵，耶。